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，对吗？嗯，好的，对，你叫，那我就叫你王伟毅，好吗？伟毅，可以吗？好，我是魏好，老你师，好，魏老师，你好，王伟毅。魏老师你好，魏老师你好，魏老师你啊，好，爸爸好你棒，好，王伟毅很棒，伟毅你好，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上课好吗？我们开始上课，好，好，欢迎你来到 Speaking Duck，我们今天来学一个有趣的东西，啊，这是我们的试听课。好，我们有一个挑战，a challenge。你准备好了吗？Are you ready？准备好了？对，好，Give me 好，five。准备好了？是，哇，你好棒！那我们开始第一块喽。谢谢。哇，see the rocket，看到火箭了吗？You see the rocket here？我们的火箭要从地球，from the earth，to the space。It's counting on you。你可以吗，伟毅？哇，看，可以看我可们可以。不可以去 space，可不可以去太空？好吧，开始。我们要去太空啦。我们先看我们的第一关，第一关热身 warming up，热身啊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，打个招呼。你已经会了，对吗？好，跟我读，老师好。啊，老师你好，好，你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王伟啊，你可以毅，说我叫，我他叫明啊，明。这个小朋友他叫明明。我叫明明。没关系，你可以说你自己的名字。他叫明明，你叫王伟毅，你对跟吗？明明，对谢啊，谢。很好。啊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你应该说什么？我说欢迎你。王伟毅说谢谢，对吗？谢谢。欢迎你是什么意思？Can you guess？欢迎你。谢啊谢，，welcome，欢迎你！哇，第一关好容易。欢迎。The first level is very simple，你做到了。哦，我们从这里开始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关是什么？下一关是什么？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。好的，可以说你好。我叫王伟毅，Your turn。你好，我啊，是王伟，我叫啊，My name 我 is 叫王啊，都可伟毅。以。我是 means I am，我叫 means my name is，都可以，都很好。我叫我的名字，My name is 王伟毅。我老师啊，我几岁？你几岁了？我 no 是 no 是，I'm a 我你几岁了？How old are no you？是 Let me guess，6岁，no 下个 number 你4岁，六，啊，6岁，你可以说我六岁是吗？我六岁，好，来。对。Full sentence，我六岁，我六岁，岁，跟我念岁，岁啊，我六岁，我是老师，魏老师，我是中国人，China，中国，你是哪国人？Where you come from？啊，你新是加新加坡，坡人，新加坡太长了，
那国，中国只有一个字中，美国 America， 中国我们很短，只有一个字。但是新加坡有三个字，好棒！所以 no 国 no 国，好，跟我念，我是新加坡人，我是，嘿，啊，听不到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听到我吗 ？Can you hear me？ No？ 没有。Oh, okay. I can hear you. Okay. Restart. Wait. 现在可以吗？ Bye bye. Hello, 可以吗？我有个 problem. I can't hear you. 我可以听到你。You can continue. Microphone is working. Speaker not working. Can you hear me? 能听到我吗？啊。你能听到我吗 ？Hello. 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。